这四期的是咱的榜样啊，凡是都冲到最前头，而且取得了很多很大的一个效果，包括他们当地的本院的物业有很多都妥协了，我们应该向他学习。你知道不？人家所有我们智慧城只有四期的国王改了，我们三期雅园、瑞园应该还有卓园，国王都没有改，就是人家四期。所以说我们要多学习人家四期，我们要团结一点。而且四期的我一个同事在里面，人家两年都没交物业费，照样没咋地，照样生活。所以很多事情是需要我们争取的、努力的。咱在这个时候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咱们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发挥最大的作用，好不好？咱们还进四人，去不去？还是在这喊？去！等一会儿人过来了没有？来齐了没有？还去是吗？好，后面的家人跟着咱往四区。我们只是在送上着我们的需求，因为我们的诉求得不到满足。现在是咱们新园的邻居，我们在新园待一会儿，等会儿都去新园了。我们早上从雅园开始，雅园从9点，我们等到11点才把那个杨经理给等出来，我们把他抬出来了，知道吧？他不出来，然后出来了以后，让他给那个什么马经理打电话。马经理说的是什么？就是0.43了，不会再降了。他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就0.43了，已经开板。不，万一老人就身体不好，小孩万一发生什么不好，这么一天，这么一天那个人很好。我才来一排冰车，牛逼啊！走了。听我说一句啊，大家不要吵也不闹也不要乱，既然警察来了，警察也是保护民众的，我们合理合法的去诉求，我们没必要发生冲突。但是今天我要把这个情况跟咱们警察同志好好说一下这个起因啊。你们不要扯我们的东西，你稍微的大家往后散一散，咱保持这个间隔距离，咱不给警察添麻烦，咱们跟他们没有矛盾，他们维护治安也是他们的义务，咱们呢合理合法，但是得听咱们说咱们的诉求。我也跟他们讲清楚，这次活动为什么，就是因为市政1.9毛的暖气费现在涨到4.3毛。今天我们跟社区领导沟通的时候，我们在外面等着他，他不出来，不见我们面。最后跟政商物业的高层领导沟通之后，给我们的答复，他说这是我们公司自己的行为，我们想定多少钱就定多少钱，把我们所有业主的利益当成耳旁风。这也是今天这次所有的业主，没有谁组织，都是大家自发自愿过来的。大家不要吵，
所以说疫情的防控期间大家生活都很难，你但是你政商物业一点良知一点公德心都没有，在这么生活困难的情况下你还收四毛三的物业费，每个人的生活家庭条件现在疫情期间都很困难，燃气费抢钱呢，取暖费，这跟抢钱没有任何区别，你解决不了。好了，听我说，既然我们警察同志来，我们首先第一步，首先第一步，我们维护好自己的治安，相互保护。我们家就换物业，来，七侠物业。首先，他们八二七地下停车库，咱跟他们干的。